毕业卡片，我要先放进我的书包。Yeah!
我们的师长，噔噔噔噔噔噔噔。
好，耶、yeah! ！我们的老师。好的，嗯，好，厚一点。先去找玉里，等一下可以拆开来。好的。本人吗？对，是本人。耶耶，要跟你拍。好。再来。下一位，我们这边。Thank you.
耶，我们要毕业了，耶！三年了，就在等这个毕业证书，毕业了，毕业了，耶耶，快乐！谢谢八七七给我们的毕业礼物，我们很开心。你们要像稻穗一样源源不绝。现在要来整理，拜拜，拜拜，好，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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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们现在要去游艺楼拿我们的衣服，然后我们现在很困难，又下雨。前面这位小姐，我可能拿礼物当雨伞吧，太夸张了。这也是有什么奖？这什么奖？什么家长什么什么？很长很长的那个奖，那个总会长奖。耶！最后的游艺楼。耶耶，各位。耶耶耶耶耶！就是他去。你看我们走在哪里？这是游艺楼。啊，不可能吧？不可能！你接到四 A， 然后衣服在四 B。搞到没锁。不可能。锁的，都要锁。辛苦了，同学。耶！最后一次在四 B。耶！拜拜，拜拜。耶！脚崩！这是你们最后一次看到我的时候是光头了。嗯，下次就会有刘海。我的胸不会长这种情形，应该不会三年。拜。